想清楚吧。秦千玄，你的宗师之力是我的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将无法再走杀戮。我想要的我已经拿到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必将这心莲交给万路门，阁主放心。阁主，阁主，谢秦阁主不杀之恩。从今日起，我千尘阁与宗门再无关系。